今天的事可以当作我们之间的秘密吗？学长，生日快乐！我喜欢你。刚才送我的生日礼物我都有收到喽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大家拜拜。担心你啊。担心我什么？担心这个面瘫，还有担心你不会照顾你自己。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，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。真的很好吃哎！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你说的。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啦。所以，我不只想当朋友喽。明天有一个练团哎，要不要一起来玩？我的梦想是去读国外的音乐学院，如果我当选学生会长的话，学校就会给我一笔奖学金，我就可以出国留学。而且你爸又给你那个新任务，要你选学生会长，你真正的应付得过来吗？根本就是叫我成为第二个你，第二个我，就凭你现在这个德性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对你好吗？如果吵架，那就和好；和好再吵架，那再和好就好了。你加油！不管你选谁，我都选你。